新闻。闺女，干啥呢？给你寄的那个收到了没？妈跟你说啊，酸菜、有馅儿、饺子皮儿、擀面杖的，啥都有。你呀，就照着我给你写那个方，你就整妈那个方，也老好吃了。闺女过年不回家，这可愁坏孩子妈。亏啥不能亏嘴巴，一桌年夜饭不能落。姑娘赶到快递站，大包小包摞成山，此景仿佛梦一场，竟有整整50箱。这位妈妈心真细，样样属属都搞理，酸菜腌肉、饺子皮儿、鸡鸭牛羊挺整齐。想到闺女厨艺差，手绘菜谱不能落。快递收到手软，吃完得胖多圆。妈不嫌你胖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这哪是一桌年夜饭，这是能吃一年的年夜饭，就差把自己寄过来了吧。阿姨，你还缺个儿子吗？这样我的骄傲放纵。男孩趴在窗户上，危险动作别模仿，生死之间还徘徊，小心坠落快下来。别看男孩已十岁，做事真虎惹人醉，创游戏玩心跳，竟把卷纸来燃烧。手指随风飞舞不停，烫得我手可不行，走你。北风萧萧，手指飘飘，危险行为不能轻饶。别浪了，屁股开花还得向全体业主道歉。大风起兮志飞扬，你妈没告诉你玩火尿炕，现在不听家长话，下次只能换警察叔叔教育你了。妈，哪儿来两只金箭虫？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是两只还没过百天的东北虎。好了，我们是两只没过百天的小奶牛。小东北虎和庞然大物小奶牛共处一室，一年河东，一年河西，怕我小脑斧的力气没点使。再看，长大后我就把你吃掉。啥呀？这是动物园为了让小朋友们学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，特意为你们安排的一场邂逅。你过来呀、啊！不敢不敢，当然不是因为我怕你，特殊时期请保持安全距离。这是初生虎犊怕牛犊吧。多年后强壮东北虎没想起这一幕，都不禁流下痛忆黑历史的泪水呀。萌娃跟狗关系好，日夜陪伴不无聊。今天气氛不太对，你俩为何背对背？萌娃淘气还好动，老把狗狗来捉弄。一个上午拽狗的尾巴10次，拽耳朵8次，打头15次，脾气再好也扛不了。忍无可忍发脾气，鸟和萌娃来置气，好吃的都哄不回，这段感情咋挽回？果然是狗都嫌弃的年龄，这才是正宗的狗不理呀。单脚脱衣真挺酷，姑娘也紧跟脚步，跟风把腿举头上，脱掉卫衣来模仿。完事儿芝麻嗷嗷叫，竟然扭到胯子腰，动作幅度实在大，猛的一下难消化，急性扭伤挺烦恼，只能住院来治疗。高估了自己的腰，低估了自己的智商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，反正我的腿连90度都抬不了。主人正在写作业，粘人橘猫往上贴。哎，你好好学习，我玩手机，我趴着你坐着，我看着你写着，鱼肉啊。专注观摩捕鼠技巧，看到兴起还把尾巴摇。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抖动的尾巴一样快活。作业被挡，无心学习，真是人家学习路上的绊脚石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动画片里的向往，反正我也不上学，不养家糊口。对了，小主人，啥前去客厅写作业？我听说老用手机这么看容易近视眼儿。